四宝人夫出卖小三，揭荣辱秘密。上摩铁的理由百百种，有人说是选民服务。王世坚在汽车旅馆开房间 ，Over Full Body。王世坚在汽车旅馆开房间 ，Over Full Body。也有人称是肚子痛，现在还有人扯是耍帅。新北市一名中性男子，前年认识一名女护理师，两人多次上摩铁偷情。他的妻子发现两人有奸情，愤而控告两人妨碍家庭。小三说是男子拉屎在库里，才陪他去摩铁清理。男子为自保，竟出卖小三，指小三做完抽脂隆乳后，两人就去黑秀。做爱时不能压胸部，否则他会痛。还指出小三整形的伤口位置，他因坦白从宽，妻子对他撤告。小三昨天被高等法院认定有通奸行为，判四个月徒刑定谳。董行文，他是个小孬孬，他是个小孬孬，他是个小孬孬。报道。